因为我们最后是已经写好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已经把几个点哈，包含就是第一个，怎么样那个，应该是这一个 OK 哈，三阶段嘛，先汇入嘛哈，然后删除再新增，可是新增的时候的话呢哈，里面还没有带任何资料，所以势必怎么样，我需要把这个汇入的东西，这个步骤有没有，把它搬到哪里呢？搬到那个新增之后的这个地方，所以你必须把上面这一段程式码把它插入到这边，有没有？OK，所以位置你要先找到哦。我发现很多同学目前最大的麻烦点就在这里，就是说不知道说什么地方应该放什么东西上来，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段哈。第一个就是先批次新增的之后，然后再来就是讲。现在里面有资料了，有工作表，但是资料还没下载，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什么，比如说下载那个资料的那个这个，比如说你可以把这边下一个注解好了，比如这边的话就是，那可是问题来了，下载资料，哎，那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地方搬过来哦？所以下载股市资料的话，当然有几个方法，你可以把整段程式。复制贴过来，不过感觉哈，其实我们前面是这样讲，不过后来你会发现啊，如果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怎么样，可以让它变得简洁的话，哎，何不这样做呢？所以哈，其实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把这边的一个变数，像这边的话哈，你可以把这一边有没有？它会变的是这个地方，你可以这里的话可以传递一个参数，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呢，也许我们可以。传递给他一个叫网址的东西哈，所以呢，你比如说怎么传递给他？假设我把股市汇入这个地方哈，要传递给他一个网址好了，好，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假设我今天 call 他有没有？然后呢，传递给他一个网址，传递给他一个网址之后的话呢，这个网址哈要能够改变哪里呢？改变这个地方的值，啊，特别重要，这个地方的值哈，你不能乱删哦。你就直接先选取这个网址，然后呢，记得哈，这个地方头到尾哈是在这个范围，把它删掉一下。删掉之后的话，特别注意哦，后面呢移到外面来，按个空白键，然后加一个串接符号 and 什么呢？and 这个网址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哈，以后传递过来的只要是一个网址，它就会直接怎么样，在这边加上去。那加上去之后的话呢，它一样会帮我跑完下载的动作，啊，下载之后的话呢，哎，就会又回来，好，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地方，那我要怎么去 call 它呢？其实这边的话，直接打一个 call 什么呢？call 它，啊，名称的话呢，直接复制过来好了，比如说就叫做股市下载，所以 Ctrl C 一下，那 call 它之后的话呢，接下来我需要一个刮胡，里面的话需要给它一个网址，哎，可是现在这个网址在不在呢？在。可是我们还没把它抓过来，这个网址呢？哈，我把它放在哪里呢？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本来 A 栏是名称，B 栏是网址，所以怎么样把 B 栏也抓过来？很简单嘛，刚刚不是新增的时候呢，我们这边有一个 X，对不对？哈，那我这边可以怎么样？给它一个假设是一个 Y 好了，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一样哈，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X 部分复制之后的话，贴过来。然后这边的话，把它改成 Y 好了。比如说我今天呢，我的 X 是 A 栏的资料，我的 Y 是 B 栏的资料。那 B 栏的资料里面就是放一个网址。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网址 Y 再丢给什么 call 股市资料，就在呼叫的时候呢，去 call 一下它。它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会帮你把它下载到你目前，因为我新增的这个页面里面的什么 A 栏里面，然后把资料给加过去了，OK 哈，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我刚刚做了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在这边，先上面的那个股市下载有没有？上面的部分刮胡后面加一个网址，然后呢把这个网址部分的话改在这里哦，OK 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再去呼叫它，传递给它哈。啊，另外的话，你再去抓网址的这个值变数丢给他，这样的话，哎，其实跑出来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了哦。等下再来试试看啦，一个新增嘛，啊，就是再加一个下载动作，好，所以关键点特别注意哦，
建议就是说哈，批次新增工作表哈，你把它复制一下了，然后再贴，因为你旧的还是留下来好了，不然的话你可能改了之后原来的东西就不见哈，所以建议就是哈，可以先把那个刚刚的东西，我是怎么样，把上面这一段有没有复制贴下来改，好，就保留上面的好了哈，分两阶段，然后呢改哪些地方呢？改的地方的话呢哈，因为这个。怕你们会打错，所以、哦、把这个图解看一下、哦、多了两个三个字，然后多一个 Y 就是取得什么，取得网址嘛，对、哦、然后呢 call 股市下载加一个 Y、哦、你们应该理解那个了解那个逻辑吧、哦、就是因为呢如果你整段搬过来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哇，突然之间程式变得很冗长，而且可阅读性也比较差，通常我们会用呼叫的啦，哦，这样的话我觉得程式会简洁很多，你会发现，哇，好简单哦，就这么几行而已，哦，那但是呢，你要去呼叫什么？你要去修改的地方的话，就是股市下载后面哈、哦，因为你本来是只是单独执行某一个网页哦，现在的话这一个地方是它可以动态的去指向某个网页，不过前提是你要传递给它的就是一个网址。哦、特别是透过这个网址去变动以后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改变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可以作用在很多地方，只要那个是一个网页里面的话有表格，你通通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但是呢刚刚有同学问说，老师那如果那个网页、它是可能它进到哪一个画面，然后再进一层，可能是卷动轴或者是什么什么，还要进一层一层的话才能看到那个表格、那这一招当然就不适用了、因为你必须他先进到那个表格才可以把资料抓下来，所以、这个地方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进到里面去。那进到里面去我们本来是用手去点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在 VBA 程式里面你需要做一些自动化的动作，你必须要引用 IE 浏览器的物件，就是你要控制浏览器嘛，自动去控制的话你要先把那个物件引用进来，引用进来之后的话，也许你要卷动，那你就要呼叫那个卷动轴，去卷到哪一个位置，然后告诉他哪一个位置，比如说里面卷动轴有一到一百个好了，你这一到一百个通通出过来的话，你就先卷第一个，它不是会出现，然后后面的你就把它下载，再卷到第二个，再一样嘛，反正就流程通通一样，只是说。怎么控制 IE 浏览器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点困难，不是有点困难，对你们可能有点困难、那看看啦，因为有些东西即便我通通给你们，但是你们也不见得、可以一下吸收了。我看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再整理一个简单的范例好了。我们也不要太复杂，不然有时候太复杂的东西，你们可能消化有点问题了、那。这个地方后面看看的，我再想 整理一个，这个部分是绝对办得到的，只是说呢，要怎么去把中间那一段自动控制浏览器的动作，把它做出来。这其实因为网络上有太多人在问的，可是网络上提供的相关的讯息太少了，大部分国外有人在讨论，那即便网络上有人提供的我觉得也写得很复杂，一般人好像也没办法真的一下子接受。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做完之后的话啊 ，OK 的，没有问题，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就大概写出来，类似像这样子。那最后的话，我们来跑看哈。不过我建议各位哈，因为这个范例有个问题，就是说它总共会有33档股票，太多了，要跑很久，所以哈，请各位大概再跑个5档就好了哈。大概这边哈，把它插入一个什么空白列好了，它就会跑到这边就停了。好，练习的时候这样，不然的话，刚我一跑，哇，还没跑完哈、所以记得先练习。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底下先删掉。所以呢，底下要先删掉，如果你忘记删掉，那就麻烦了。所以建议怎么样？干脆你可以先在下载之前干脆先 call 什么 ？call 删除旧工作表，有没有？就是直接去 call 它，因为如果说有旧的，你忘了删掉的话。那就会产生错误，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设个中断点来试一下，这个地方 call， 所以下方的这个有没有下方这一些都会先删掉再加一个中断点好了，全部删完了，
停在这边，对不对？然后我就是从第一个工作表里面去找，那因为我的范围比较少，所以他抓到应该是2到6、哦、这个地方这个抓回来应该是最下面应该是6、哦、OK， 然后抓第一个，这个是水泥应该没问题、哦、然后这个网址的话是后面的这个网址，那丢给谁呢？丢给那个等一下，那先新增一个水泥，有没有？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新增再重新命名，看到、哦、然后呼叫丢给他，丢给他一个什么网址，去变更这个网址，有没有？那就抓抓抓抓啊！这个地方因为自己跑一下好了，那我把它，那要往下我设一个中断点好了，哎，这边有个设中 OK， 好，直接执行。好，你会发现哦，它这个时候正在复制了，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发现？那最后呢全部跑完，因为我只有5个啦，比较没那么久，最后呢再切回到第一个完成的，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今天的练习很简短嘛，然后东西都过来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呢下载之后你要判断那个比如说最高最低啦，或者是涨跌的话，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之后再去处理什么里面的格式。那怎么处理格式呢？前面都有讲过嘛，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那一列，然后呢如果看到什么比如说涨跌，那你可以用什么判断？用这个来判断嘛，这个也是一个字源，如果是涨跟跌换个颜色啊、比如说这一整列全部变成、绿色，是跌应该是绿色吧、哦、然后涨的话呢你可以判断是这个箭头，有没有？那就变红色，你可以用整列给它一个很醒目的提示都可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嘛，这个都应该可以办得到的、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很快的就可以大量的帮你下载你要的资料了、哦、OK， 所以基本上看没有几行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哦、改了哪些东西，好像没改什么东西嘛、哦、然后再加一个什么 call 删除 旧的工作表，哎，这样就完成了、哦、试试看好了。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所以这个东西、哦、其实在网络上很多人想要知道说如何快速批次下载这个、哦、工作表的这一个部分的学习，想要学的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我看那个部落格、哦、光这一篇的部落格文其实点击的次数就不在少数了。那网络上当然也有其他，Google 当然也有类似，不过我发现网络上面教的、哦、它的方式、哦、都不是那么的容易理解、哦、而且方法当然很多了、哦、那我这边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哦、刚刚主要就是加一个开头地方 call 一个删除旧的工作表，然后再加一个取得网址，最后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要的、哦、所以这边的话又会多一个就是叫做批次新增工作表与下载的一个这个程序、哦、